无政府嘛，对不？啊，台湾你干嘛提出来将野手拨开政府，对不？啊，台湾哎哎，大家不得讲，我这嘛是台湾人渔民买生活哩呐，对不？啊，迄核废料水也是排入海，对咱渔民啊，你俩有会有影响无？有啊，咩啊无？哎，安怎讲？啊，伊迄鱼仔一定会愈食愈臭鱼的啊，看到平流的水袂惊，或者台湾那个空气啦，不得空气啦，哦。哎，惊讲咱鱼来掠转来，民族全唔敢买。对啊，嘛是会啊，无可能啊，内底人食着迄水，人万二人着迄核废料，咩啊，食着核废料，迄水变哪个？所以咱政府一定爱提出强硬态度啦。叫迄个核废水排入大海啊呐。迄鱼啊，生态拢会迄落影响，真啊。影响着啊！会烦恼讲后摆安尼，无人来买鱼啊？上家吃啦吼！安尼咱后摆生意嘛真歹做啦吼！无啦，安尼鱼啊上家买上家吃。那你那个水太平洋环流是不是？会受到影响？有，降以后会降低你以后买海鲜的意愿。会考虑啊，会考虑的哈。应该谁都会。